罗斯欧新社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骑士后卫飙风玫瑰罗斯 Derrick Rose 在船伤势，今日在与公路的比赛中上篮这第10不慎扭伤左脚踝退场，直至比赛结束都没有再回到球场上。罗斯在今天比赛第4节时上篮落地时没踩稳，不慎扭伤左脚踝，不过罗斯仍等完成加罚后才退场，本场比赛留下12分2篮板1助攻2超截的成绩。骑士总教练泰伦鲁 Tyronn Lue 赛后表示，罗斯将不会出战下场对魔术的比赛，将由老将卡德隆 Jose Calderon 顶替先发。骑士开季阵中少了矮汤艾汤马斯 Isaiah Thomas， 如今又伤了罗斯，对骑士来说无疑将会是一大损伤。